你们要记得，没有通过严选，上不了我这张桌。是，师父。 要有好吃、好玩，草鹿棒，这样大个的哈。是师傅，要用心、用情才能换真心。是师傅，要强身健体，长知识。是师傅，上菜。 生活知识性节目，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这才是我严选的大菜。